姐。大家好，我是香草姐姐。今天有哪些哥哥姐姐要一起玩游戏呢？大家好，我们是电子秤。对，发电机。再来欢迎下一组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天平的两端。乖，乖，乖。天平是不是要上一些机油润滑油啊？感觉好像有点旧啊，卡了。今天我们要玩什么游戏呢？今天我们要玩的游戏是重量估算王。大家先来看一下桌子哦，有物品跟豆子。今天我们要用手来体感测量一下物品有多重，再把相同重量的豆子拿起来。好，大家来看看哦，最后哪一组的重量最接近实际物品，那一组就获胜啦。哦，这个其实不容易，对，有点难哦。嗯，大家对于重量应该没有什么概念吧？没有，完全无感。那蜜瓜哥哥，你大概几公斤呢？哦，大概一颗哈密瓜的重量。对，哦，三颗哈密瓜的高度。哇，那不是很高哎。今天我们有三样物品，有三题，那我们就请两队先派第一棒出来就位喽。好，我先。这边，我们第一个要测量的是，哎，你们要谁先？我们来，我先。第一个我们要测量就是桌上的这只可爱的猫猫。大家等一下呢，你可以轮流抱一下，感受一下这只猫猫的重量。待会儿就要用豆子把它量出一样的重量来。好，看谁最接近哦。好，来，呱呱先，你先抱一下。好。感觉一下，重吗？重吗？娃娃，可以吗？很轻，娃娃应该蛮柔软的吧，蛮轻的吧？感觉，没事没事，叫一下他哦，好，对，好，换你。但是看起来蛮扎实的，对啊，重量难哦。嗯，好，差不多了，有感觉，真的吗？有。来，我帮你说的，哦哦哦，其实是有重量，对，有重量，嗯，有重量哦，好。大概感觉到哦，好，那我们可以开始摇你的豆子。好难啊！哪一个？感受一下，要算多少？自己决定哦，自己决定。可以抱抱看，有跟刚刚感觉一样？最近我也觉得好像还要再多一点点，然后再多，还要再多，再多，再多。哎，不要被影响了，自己。你觉得好了就可以停，对，不用，哎呦，变少一点，嗯，最靠近的人赢哦，数字，我们以数字来看，有像吗？太少了，太少了，没有，我不要被你影响 ，OK， 坚持一下啊，好，像我一说，再一点点就好了，一点点，一点点，这么重啊，感觉一下，感觉一下 ，OK， 我也好了，确定了吗？确定了，好，那我们就先来揭晓这只猫猫的重量，好。下好离手，请放手。我们来看看这只猫猫，它可以站好吗？440克。哇！好，记得这个数字。440。好，我们来看看哈密瓜哥哥量的绿豆重量大概有几克？有吗？有吗？有没有像？有没有像？啊！95，其实很近。来看看，黑狗哥哥的重量是，刚刚好，更有难色，是吧？哎，也很接近啊，376。所以黑瓜哥哥比较靠近猫猫的440克，哎，对，不错不错，黑瓜准。我刚刚就叫他要多放一点嘛，他不听我的。你把它捞出来，不咬我，咬我嘛。对啊，相信自己，相信自己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进行第二题。第二题的题目是，哒啦，橘子。哇，橘子呢，大家很常会遇到它，很常会吃它，对不对？对。这个时候呢，要来感觉一下它到底有多重喽。好，我先来。姐先哦，感觉这个水分够哦，好香啊！下次好像你去买菜，对，买菜，对，这样子
比一下水分，嗯，比较重的比较多汁，多汁多汁。我感觉我们这组会赢哦。哦，好像大家感觉的时候都会闭眼睛。是眼睛感觉一个体感。对。好，他换我。啊，我怎么觉得比我想的还轻？感觉很难量哎。实际的感觉，用心。它会不会跟粉丝一样重啊？哎，没有。没有，哎呦，还是有加的，有啦，要加啦，是有加绿豆哎，摸一下哦，我真的觉得橘子很轻哎，那你就相信自己，好，相信自己，樱花姐姐有那个挑橘子的架势，我在称，挑的感觉，我有点久，快忘了，我要找回那手感，好，我觉得没这么多，哎呦，这样，好，确定吗？好，这样，你也确定了。机会我没有。OK， 好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，橘子有183，那泡芙姐姐的绿豆重量有多重？哎呦，怎么样？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啊！怎么了？166，哇，差一点点，运气一点。挑战超过的，有差别的，对，嗯，来看一下樱花姐姐的哦，她刚刚已经有偷捞一点出来，啊，有，103，所以呢，刚刚橘子量了是183克，樱花姐姐这边是203克，总共差了20克，但是泡芙姐姐这边166跟183已17克。题目是的，哇，吹风机哦，而且呢，吹风机每个人在家吹风机都不一样大，对啊，大家要仔细来感觉一下这一台到底有多重呢？好，来先交给大树哥哥，感觉一下，加压，差不多了，哎，好，凑一下，这么厉害，柠檬哥也2秒哦，差不多了，哎，这么快的吗？这一组很快，可以。好，加油哦！好，来就开始装豆豆吧。好，开始。Go！ 而且还用手，你看连勺子都不用了。对啊，好大气哦！你们这样子，我们等下怎么吃绿豆？可以洗啊，先洗啊。嗯，就这样。哎，确定了吗？这个跟刚刚的橘子差不多。差不多啦，是吗？真的哈，相信自己。这比刚刚橘子多啊，你相信差不多了，你来猜。可是你们两个感觉差很多，选输选输。我看刚那是差不多这么重啊，就这么重啊，跟我的应该是差不多了。好，这颗算你的吗？是吗？好，算我的。算你的，可以吗？算你的，好。一颗重量应该影响的。那我们这次先来量量看。柠檬哥哥重量有多少？好，我们先来看一下，我们先量柠檬哥哥的重量，应该是比橘子重，应该200多了，253，是不是？自己记得哦，253，记得哦，这个应该很重，感觉很重呀，重哎，560，560，了，接下来这个吹风机。是158克，是刚刚最后那颗绿豆吸太多水，有可能，有一点，对哦，
有趣哦，小朋友也可以找一找身边有什么物品，你想要知道它的重量，就可以拿电子秤，电子秤把它来称一称，也可以知道它的重量。没错，下一次再跟哥哥姐姐玩游戏吧，耶！快把那一颗拿出来啊！哪一颗？那一颗多重？那一颗多重？找不到了。那一颗。说故事，来听故事啦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香草姐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糖果姐姐。今天我们要来说一个有关猴子的故事，就是朝三暮四。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吧。从前有一个人非常的喜欢猴子，于是他在家里养了一大群。每天都跟他们生活在一起，日子久了，他变得非常的了解猴子，就连他们什么时候开心，什么时候难过，或者是想说什么，他都一清二楚。而猴子呢，也很喜欢他。据说他还可以跟猴子聊天对话哦，是不是很神奇呀？他们的感情非常的好。主人就把猴子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细心的照顾，想尽办法想要满足他们，但是，唉，最近食物都被猴子吃光了，再这样下去，真的会没有食物可以吃的，得想想办法才行。主人想那想，想那想，决定要来减少猴子的食物。可是猴子这么爱吃，想要减少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啊，所以后来主人就决定要去跟猴子讨论讨论。猴子们啊，可以跟你们商量一件事情吗？以后给你们早上三个果子，晚上四个果子，这样可以吗？猴子一听到吃的食物变少了，个个无精打采的趴在地板上，很生气的摇摇头，脸上露出不满意的表情，看来啊是不同意这样子的做法。主人看到猴子很难过的样子，自己也很心疼，那该怎么办呢？嗯，聪明的主人这个时候想到了一个办法，于是马上改口说，不然这样子好了，我们早上吃四个果子，多吃一点，晚上三个，这样子可以吗？猴子一听到早上的果子从三变成四，能吃的食物变多了，个个开心的不得了，满意的点点头，之后又变回平常活蹦乱跳的样子了。这就是朝三暮四的故事。好奇怪哦，香草姐姐，那这样子有变多吗？那我们来问一下小朋友哦，请问早上三个果子，晚上四个果子，三加四这样子是多少呢？七。嗯，没有错哦。那如果早上变成四个，晚上变成三个，四加三这样子是多少呢？七。七。没有错，答案都是七，所以啊，猴子被骗了，以为能吃的食物变多了，但事实上呢，数量是一样的。这个故事之后也演变一句成语，叫做朝三暮四，原本是形容用骗术来欺骗他人，引诱人上当的手法，之后也用来形容一个人反复无常，变来变去的意思哦。原来如此，我学到了耶。嗯，那今天的故事好听吗？好听，下一次再听我们说故事吧，拜拜。要我抱抱，谁又轻手轻脚跳上围墙爬好高。
陪自己洗澡，舔舔手脚，理一理毛，身体柔软又灵巧，最爱追着老鼠跑。喵喵喵喵喵喵喵，我最爱的小猫猫。喵喵喵喵喵喵喵，今天吃鱼吃好饱。喵喵喵喵喵喵喵，爱干净的小猫猫。喵喵喵喵喵喵喵，打个哈欠又睡着。轻手轻脚，爬上围墙，爬好高。谁会自己洗澡？舔舔手脚，理一理毛。身体柔软又灵巧，最爱追着老鼠跑。喵喵喵喵喵喵喵，我最爱的小猫猫。喵喵喵喵喵喵喵，爱干净的小猫猫。喵喵喵喵喵喵喵，打个哈欠又睡着。Bye.